这睡睡傻了，醒醒吧！瞅瞅，这还不到四点呢，就又要黑了。我给人求价去，惦记。我这镜头只动，我挠胳膊呢，有点痒。还穿这个帽衫，捂的溜烟。要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来了。没有人，我就把口罩摘下来喘两气儿，老清凉了，一点都不冷。他这快递点是老区大门呢，药店旁边呢，我上那块去给他取去，不知道买个啥架夹床头躺着就能看的，这家给他美的。说妈妈，我就想今天拿回来，你要不给我取，我还自己取，说的可怜巴叉的。南方的小伙伴，这个点儿你们是不是正上班呢？就是马上四点了。我们这块马上黑天了，要有的岁数大的七点多就上床了，八点钟就睡觉了。东北冬天黑天早，宝贝们都说这帽子戴上摘不下去。现在添新节目了，这口罩摘下去跟你们说两句话，冻鼻子冻嘴。这口罩完了也摘不下去了，这回戴上这还一股小热乎气呢，这现在我是戴上了。8031，没想到啊，他家竟然有。昨天春霞说完，我去找就没有。现在咋还登记呢？忙完也没必须登记。啊，我问大宝子，我说那个牛肉汤炖萝卜炖西红柿，要吃西红柿，买两个。男生拆箱也这么迫不及待吗？哎呀妈，我进屋就冲出来了，平时不带迎接我的。儿子嗓子疼吗？我买着甘草片的，多少钱啊？你这个60多的。哎呀，挺贵呀、啊。大宝，这个意思能夹到床头，这回躺着看呗。躺着看。别给脸砸了我。摆烂的生活开始了呗。哎呀。试一下。儿子，那平板那老沉，掉下再把你那美丽的容颜砸了。眼镜砸。真的假的？那也够不着你，没事。干啥呀？哎妈，他急的，看会儿的哥，挺好，挺得劲儿。哎呀，儿子嗓子疼吗？嗓子不疼。干吗？有点干。妈完了，有点干了。他小姨们，我一直都有点干的，但是就是不疼。这倒行，这倒行。你这小姨呀，比你亲妈都亲。不要大宝干活儿。别让大宝洗头，不在乎容颜，别洗澡。这家往这一躺，这不也行吗？挺干的。哎呀妈，续窝吧。这小毯子这两天给你使，干啥呀？搁这嘎达？那干啥呀？滋儿吧的。你，我给你提个建议呗，大哥。你下次点那个外卖啥的，你瞅得多，你播出来，我都没法捡你的，我还瞅得可惜。你播出来。完，你要剩了，我还能打死打死。行。啊，掰瞎了，我瞅那半碗，我老馋了，老馋了，不敢吃。咱家挺好吃。妈，听着咳嗽了，这回小姨听着两声咳，就这个声，他小姨们。宝贝们，忽略这顶上啊、哦，这是煮汤淤了，等待会儿一起收拾吧。这汤瞅瞅，这上边那个。有点吓人，但汤挺好。我说给大宝子整点热乎汤，人说吃西红柿的。你啥意思，老胯子上主桌了？儿子，你越过去，你越过去坐那空，我坐这空。呀呀，讲究。还讲究了。自脚。哎呀，筷子。拽着宝贝们呢，豆角炖上，我进屋都差点睡着了，我可困了，强忍着吃完饭我要躺一会儿去。那个大宝子说了吃不了多少饭，就是不饿。然后我说那少给你盛点，喝口热乎汤。嗯，这里边有，他要喝西红柿汤，就是熬牛肉的那个汤啊，兑的西红柿，没加水，就是那牛肉汤。豆角炖土豆也是搁的牛肉，你尝这牛肉有没有味儿？我拿的碗就要喝汤，我不吃饭了，吃点豆角土豆。挺有味儿的。
我给你尝尝汤。嗯，大宝那是特调汤，就是半碗的西红柿汤，半碗原汤，因为这西红柿可酸了，我怕他觉得酸。咋样，这回咋样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然后我就把那原牛肉汤兑里半碗，他就喝着就是应该是感觉很酸，我是没事儿。中药汤一会儿临睡前我俩再一人干一杯。榴莲解冻了也没吃，我就有点困，吃完了我先靠一会儿。味儿真纯呐，可酸了。尝这里的肉好不好吃？好，好吃。是不是烂乎了？嗯。汤里糊烂糊，又炖到豆角里，那牛肉就不硬了。你今晚还是早点睡啊。嗯。睡眠很重要。昨天大跑的是，好像有史以来，一年仅有的几次的早睡，十点多就睡着了。从下午还睡那一会儿呢。能睡着了吗？晚上不知道睡吗？谁也不服啊，就服你老墨啊，把自己焊床上了。墨啊，又心事儿啊？啊，我这刚吃完我还不能躺呢，但是我感觉我可困了，宝贝们，来回走动走动完了，精神精神，我再刷碗去，厨房没收拾，洗烂洗烂的。虽然有点困，但这个点睡觉太早了。哎，你说干不冷躺着吧还感觉有点冷，盖毯我给大宝拿去了，我就想起我这狠药来了。这个今天失算了，就是这个代茶饮呢，这不是下午才煮吗，就应该早晨就煮完，我俩喝一天。大宝的已经喝两杯了，刚才我又给他拿一杯，就总共才喝了三杯，还有半锅。完我这一杯里边我搁的黑糖，给自己搁这下猛药呢，还是那么苦，而且泡完之后现在比下午喝的时候还浓。哎呀妈呀，可热乎了，就是不咋好喝呀，他那个中药的苦跟我那黑糖两码事儿。行了，再见吧，就跟你们打个招呼，都搁我床上呢，给他小姨们瞅瞅瞅瞅，都陪我呢。花花，瞅镜头，萌萌，走啊，你看不看着张文明都不好使了，说走啊就好使，走也没用了，不用塞了，天天塞。拜拜。